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举办秋高气爽秋秋游新北去秋季系列活动记者会，一口气公布新北市从九月到十一月的多元丰富活动内容。新北市长侯友宜邀请大家齐聚新北秋一下，秋高气爽，就有机会哈，大家一起出来玩，所以我们今天定了一个秋高气爽去，那秋游大家去啊，非常有意思啊。那这一次九月到十一月，我们算算刚刚就罗列出来大概22个项目。新北市各局处推出了多项特色活动，在美食特产方面有2024新北健康三宝山药节推广活动，还有新北万里蟹、三芝区茭白笋推广活动等等，让民众在美食盛宴中品味到秋天的滋味。另外在艺术方面则有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、2024台湾国际陶艺双年展，而在展现新北多元人文风情方面则有眷村文化节、芦洲神将文化祭等等，欢迎民众趁着秋高气爽之际体验新北丰富的季节活动。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。